就是我们台湾的产业到大陆去很好的发展。我想让他们知道一下捷安特集团在台湾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同学们你都很乐于知道他们在大陆骑的这些单车是在台湾有什么样的历史。昨天在晶片的展馆台积电创新馆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创新无处不在，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今天当我看到自行车这个行业的时候，当我走过它200年的发展历程，我觉得台积电的创新馆让我看到了科技飞速发展越来越快。而今天在自行车展览馆，我感觉自己慢下来了，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